越识偷罗喂，越是更深时候啦。仲有边个嚟敲门呢？吓啊，大抵是雨打竹帘风摇铁马顶啦。卡曼，哦，明明系有人叫门之声噶噃，系边位呀？女人声嚟噃，啊，梗系嗰个小道姑，佢送茶问暖顶啦。邵阳师姐啊，夜啦，唔使啦。开门啊！啊，佢又唔扯噃，又系嘅，人哋一场心事，送茶问暖，唔开门又点得呢？不如开咗道门，接过杯茶，唉，打发佢扯把啦。点翻支蜡烛先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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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奇怪啦，点解开咗道门，莫讲话人影都冇，鬼影都冇，点解呀？哎呀，唔通呢度真系有鬼嘅？哎，咪讲笑，闩翻道门，瞓觉吧啦。老公子，呢位小姐，我同你素昧生平噶，点解你识得我噶？老公子，素昧生平，必然和相逢梦里咯。咁相逢又何必要问相识呢？我望你珍重良宵刹那。小姐，到底你驾雨而来，抑或乘风而入噶？你几时入咗嚟，我都唔知嘅，真系吓到我，心摇摇荡，眼昏花啦。刘公子，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，不是故人，又怎能乘风驾雨呢？你何必要问我点样嚟啫？我究竟都是来了，其实我在你心生意念的时候已经来了。哎呀，公子，那你既怕又何必上，既上又何必怕？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啊？纵使有，不过都是客观寂寥，想念下华丽的娇娃啫。你落嚟啦！叫我落嚟。哎呀，本来佢不明来历。要避之则吉噶啦，不过你睇下佢，你睇佢仪态撩人，斜倚在芭蕉树下，轻弄江山，真系好容易令人心生意念噶。唔得，我要问真下你至得。小姐，艳女先光发尘。佢轻弄江山，轻弄江山。莫非冷烟闭月华，怕园中景致迷途，或迷途错归家？你系唔系啊？我这但凑得你小心归去吧。
来你连家都冇噶、嗯，世间女子边有无家之理噶？啊，我知啊，莫非天仙姐姐你爱我潇洒，偷偷帮我？梦去。